就像那个东莞那个谁嘛，拥有过了就那个什么了。我操，全残废啊，能飞！宝宝急了，宝宝，你可能是礼物收太多了，急了。礼物收太多了，着急下班数钱了，我操！对对。我不认识，我不认识严总，别在我这里刷严总，我不认识。对对对，买肖奇伦送的我，你知道吧？当时我垃圾，对，我是个垃圾，买的肖奇伦打包送的我。我像他妈的，现在有什么身价？我有啥身价的？啊，我有啥身价的？我没有身价。电视剧看多了吧，兄弟们？